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欢迎大家参加夏威夷第一华人教会2024年1月28日的主日聚会。在开始敬拜以前，请大家把手机设到飞行模式或者静音模式，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敬拜环境。现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开始今天的主日敬拜。下面有诗班赞美小组献上颂赞诗歌，向耶和华唱新歌。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主日平安，平安，平安。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也很感恩，让我们四位姐妹在能够在这里带领大家一起颂唱。我们今天唱的歌是出自于圣经里面的诗篇第96篇，它是这样开始的。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他是赐生命的神，他在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坐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担当了一切，使我们脱离了罪恶。他赐下了圣灵，把这个把圣灵住在我们的每一个得蒙救赎的人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做有随时的随时的帮助，也能够在一切的事上指教我们。因他的慈爱和因他的同在，我们能够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每一天向神献上的赞美和献上的感谢也都是新的。现在就让我们用新的感谢，对神的感谢和赞美来唱这首新歌。我们把这个诗篇里面的这个96章的第一节里面的你们就改成了是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我们一起唱3遍。 OK， 现在开始。
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日光中诉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诉说他的奇事，以灵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一起开始唱，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日光中诉说他的荣耀，感谢主，谢谢赞美小组。下面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朗读我们的信仰告白《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同工教会，我信圣灵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会众继续站立，我们齐唱崇拜圣诗奋勇交战。Yeah.
站立，我们为今天的聚会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的荣耀，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我们的罪使我们的人生旅途布满了忧虑，感谢你把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白白的赐给我们，让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能够靠着从主而来的恩典胜过忧虑。我们在这里为我们教会聘牧的事深切的祷告，求神为这个教会预备一位符合你心意的牧师，为参加基要真理的牧道友们祷告，求神祝福他们持续在真理上努力追求。我们在这里也要为身体有病痛、年老体弱、心灵痛苦的肢体祷告，求神让他们在软弱中依靠主，得安慰、得医治。求神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存着感恩的心，同心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下面是诗班献诗，我爱宣传主福音。
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这十节的经文。我还有末了的话，请会众一起读神的话语。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掌管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时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平安安的福音当作御嘴走作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则当作藤带，可以引起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要在此做紧折卷，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们祈求，使我们得着口才，能够放胆开口讲明神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枷锁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的。这是神的话。下面是正道时间。有本堂卢光明牧师为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信息题目是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各位弟兄，大家平安。今天我们看到黑云密布，快要下雨，我跑到外面去说：“神啊，今天不要下雨，我们要恭敬的要来敬拜你。”哎呀，看到这样子好天气，要不要感恩呢？感谢主，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的神以利亚曾经也这样子呼求神，那神要叫他下雨就下雨，叫他停止就停止。感谢神，神都有预备。我们感谢主，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爱我们，你是爱的源头。我们从各地各方来到你的圣殿，我们就是单单要来敬拜你，仰望你。求主将你的道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使我们在我们所行的道上都能荣耀你，指引我们当走的路。谢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今天的主题非常的震撼。感谢主，我们在主的怀抱之下，我们觉得受保护，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虽然要防卫，只有一点我们也要攻击，就是我们的仇敌撒旦魔鬼。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六章十二节，新的年刚开始，时光过去的非常快，好像箭一样，新的一年也旧的年，我们农历年也快到了，特别下个礼拜就快到农历年，我们一年当中我们最快乐最喜乐，大家团聚，不只是吃吃喝喝，我们就是要敬拜感恩过去的一年，
神你怎么样的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大地好像是蓬勃发展，百花齐艳，觉得非常舒服。你看神的创造，约伯记告诉我们，他遇到困难苦难，神用大自然给他看到，哎呀，他谦卑悔改认罪，我从前风闻你有你，今天我亲眼见到你。他有没有真正的见到耶稣呢？有没有见到我们的主呢？他见到他心灵的主光照在他的心中，所以神就赐下大大的福，他都失去的一样一样的加倍奉还。感谢主，盼望新年我们又都有，每个人都有新的希望，蒙主恩典，渴望主与我们同在。若我们没有主的同在，我们可能好像船开出去没有方向，不晓得要从哪里走。特别撒旦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在等待你的软弱，等待你的需要。这就是我们要今天所讲的，我们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今年不知道撒旦要使出什么伎俩，我们不知道。当遇到撒旦挑战冲突是免不了的，很多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的每天撒旦魔鬼都在试探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在这个诱惑的时代，连我们的先祖他就通过不了这一关，我们可以吗？有我们的主耶稣跟我们同在，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有这个信心。所以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要靠着主做刚强的人。什么叫做刚强的人？我们圣经教导的十分明确，耶稣说信我的能得永生，耶稣说心灵软弱的忧伤的他不轻看，他的教导可以给你满足，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就能站立得住，不是躺着，不是坐着，是站立得住。一个勇士他有站立的精神，连撒旦魔鬼听到耶稣的名，听到神的儿子基督徒，他就会怕了。这张图我来给大家很清楚的看到，神的全副军装。我当过3年的特种兵，受严格的训练，我真的是非常感恩。在台湾没有家乡，没有当兵的，你休想要娶太太，很多女孩子不想嫁给你，因为你没有当兵，就是不是太胖就是太轻，或者是有一些残疾。哎呀，你看女孩子在选丈夫也是非常的严格哦。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身心灵的健康，有这几样的装备我们都记载，等一下我们就知道。最重要是神的道装备齐全，穿戴神所赐的，他赐给我们全副军装的意义在哪里呢？基督徒做基督的精兵，必须要有具备不是属灵血气的征战，跟属灵血气的是只有表面上，他不晓得我们后面所支撑的、所同在的我们的伟大的神，乃是与圣灵的灵界的属灵的征战，其战争的兵器我们必须要具备，必须防卫属灵的攻击，拿着圣灵的宝剑趁机突击，是神的道，
神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拿起救恩的道，撒旦魔鬼听到耶稣他就怕了，他就走了。所以耶稣的名值得我们称颂的。基督徒全副军装，属灵的征战，征战它的原文就是摔跤，主要的目标就是我们的仇敌魔鬼。第一次我们看到圣经旧约雅各以色列，这一位雅各是非常的狡猾，但是他也有一点用处。所以神创造人虽然都说甚好，所以就等了那一点点，他在走投无路跑路的时候，他到那个旷野看见天梯上上下下，那也知道说，哎呀，神啊，你在我中间，我却不知道。到最后他逃走到他的舅父那里去，他跟这一位天使，也可以说是神，摔跤。他摔跤是什么用意呢？当然这里是征战，但是这个摔跤也可以说是要得到神的祝福才要让你走。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跟神摔跤，神啊，你如果不祝福我，就不让你走。神在我们当中，靠第一点大点，靠着主要做刚强的人，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他有丰盛的荣耀，荣耀在荣耀在荣耀，三个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神的灵若跟你同在，他的荣耀就使你刚强起来。年轻的约瑟能面对波提法的妻子，可以说是引诱的时候，这是一个男人最怕的，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但是他做到了。我们要学这个好榜样，他所靠的是神紧密的关系。我们跟神要有好的关系，常常读经祷告，神的话语就光照你，使你常常有备而来，撒旦魔鬼他不敢碰你，因为我们有伟大的神，特别圣灵跟我们同在，把神摆在他的面前。他说，我怎么能大恶得罪神呢？这句话你看他在圣经里面他就有，在他的心中他应用出来，他可以用这句话抵挡魔鬼的试探，这是非常的有力的试探，但是也是非常有力的来抵挡。圣经中的得胜神战胜仇敌的秘诀，就是说靠着主做刚强的人，加给我们的力量的神。第二大点，要站稳抵挡魔鬼的攻击。刚刚我们谈到了，你如果不站稳，一推就倒了。我第一次去当兵，到好像是第一次当兵，非常严格，班长说立正，大家都在立正，但是我好像手里或者是口袋不晓得有刺要去摸，他一来就嘣，哇，跟我打一下，再打在这个心脏这里。我说啊，从那时候开始我非常的警醒，不敢乱动。你看这么严格，所以要站稳，你如果站不稳，魔鬼一推你就倒了。抵挡魔鬼的诡计，站不稳而跌倒的人，大卫贪恋女色最大的弱点在哪里？他的不稳就很凄惨。这凄惨到什么程度呢？
结局就是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跟我们现在的中东打战有没有关系？刀剑不离的，所以一个人犯错，全家全世代都遭殃，但一个人得救，全家怎么样都得救。这圣经的话语，这就是我们抵挡魔鬼的一个很有力的神的道。信徒不给魔鬼留地步，你不给他留地步，他没有办法。思想不给留魔鬼留攻击的机会，他没有那个机会，没有那个缝隙，他找不到，所以他就退了。要认清魔鬼的诡计，他有非常的诡计预谋，或者是诡计欺诈，所以打仗必要有强壮的兵丁，若不好好训练兵丁，要有常常有精良的装备，站立得住。如果没有精良的装备，我们怎么能跟打仗呢？跟人敌人打仗呢？我们怎么跟这个属灵的魔鬼打仗呢？第三段节，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什么叫做全副军装呢？使我们成就的一切，并且成就神的旨意，好在磨难的日子，仇敌抵挡仇敌还能站立得住，就是警醒的心，常常要有警醒的心。我们在训练当兵的时候，训练就要常常警醒。有一次三更半夜2点到4点的卫兵，哎呀，非常的怕。但是你当一个军人，你怕什么？要训练，你要有勇气，要有精神。但是我是站在那个高地的地方，有养很多猪啊，晚上夏天很多蚊子苍蝇在那个猪的耳朵上面啪啪啪，哇，你知道会不会吓？没有半个人，黑黑的，哇，真的是非常怕。那我们要警醒啊，神啊，帮助我，跟我同在。真的我很怕，因为三更半夜静悄悄的，又是黑黑暗暗的，所以撒旦魔鬼。有了耶稣，刚刚我们的唱的诗歌，我很爱说这个故事，这是台闽南语唱的，我们不一样，华语啊要连接起来就一样了，要传神的福音。那我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是传福音的故事。所以警醒非常重要。诗篇139篇23到24节特别教导我们，神啊，求你监察我。我们每个人有没有这样的祷告？知道我的心思，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们反省，下个礼拜就是要守圣餐，我们要反省一个礼拜当中，一个月当中，一天当中，我们哪里得罪人又得罪神，求主赦免，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是要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因为我们里面有没有恶行，有没有心思意念讨神你的喜悦呢？第四大点，要靠着圣灵多方祷告。圣灵他跟我们每位信耶稣的人基督徒同在，所以我们不要轻忽，不是你一个人，是圣灵跟你同在。但是他有时他也会离开，就是你做不乖的时候，他警醒你，他提醒你，那你还是不乖，他会暂时离开。靠着圣灵随时做多方祷告祈求。祷告我们大家都知道非常重要，但是怎么样祈求，你需要的时候要不要祈求？祷告最大的，保罗教导我们说要造就人，凡事要造就人，要安慰人，还要关心人，
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凡事都要说话都要非常的荣耀神，神就应允我们的祷告。那保罗特别强调说，为众圣徒祈求，他不是为自己祈求，他三次向神祷告，将这只刺给他挪去，就是他可能是生了什么长疾病，也可能是他看到神的大光，他的眼睛有一点迷糊，所以他说他自己也求你们为我祷告，使他不至于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他不能再继续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晨祷说，我们要战战兢兢的，我们传主的道，要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祷告是属灵征战必得胜的关键，用不同的方式来祷告，有多种方式开口的，我们大声开口祷告神啊，默祷的不出声的，在心理上跟神祷告，最重要是认罪的，哪一个先知，哪一个有名的，我们的圣经记载的没有认罪，他一认罪的时候，神就大大的赏赐他，解决他的难处。赞美的，我们要用赞美的心来诗歌赞美，讨他的喜悦，使大家都能口唱心和来荣耀神。要祝福的祷告，要宣告的，早上我们的诗会宣告，就是大家听啊看啊，神的话要彰显在我们的当中。要代求的，你越代求向别人祈求，神帮助他解决他的难题，帮助他医治他，那个功效是大有功效的。也要有祝福，我们听神的道，最后还是从神那里通过牧师向各位祝福祷告。还有不倦的祷告，就是要坚持到底，不倦就是常常不停的来祷告，这是靠着圣灵多方祷告。这里分成七样很重要的属灵征战，真理的带子束腰，我们知道我们要有哪东西或者做什么事情，你腰一定要有一个集中力量，人的身体支撑是一个腰脊椎这个地方支撑，所以用带子束腰的时候，你就有那个力气集中在你的腰部，活出正直真实清洁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要有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军装的第一要素是真理，耶稣说我是真理，就是真真实实的，因为撒旦是谎言之父，他是谎言再谎言，欺犯你吃这个，像我们的先祖说不会死的啦，你做这个啊，不要紧啊，大家都在做啊，谁也在做，哎呀，这个谎言是撒旦魔鬼他在捉弄我们，这不能理解，这不能难理解，很难理解，很难选择，但靠着主耶稣我们都得胜有余。欺骗是神最讨厌最厌恶的事，他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所以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他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你如果安静默祷祷告，那个智慧会给你，因为你敬畏神，先前你能敬畏神，神就赐你智慧。第二大点，公义的护心镜。护心镜是为了保护战士身体的重要部位不受致命的攻击，所以我们
这个古时候他是用盔甲护心镜，就是这个意思，不受敌人刀刺进来的时候可以挡住，凭信心接受基督的公义，他保护我们的心灵身体中最隐秘的地方不受撒旦的责难和攻击。第三大节，平安的福音血，我们认识的主，我们听神的道，我们要不要出去传福音呢？你传福音，你这个脚你就要有鞋子穿上，鞋子是什么？代表什么？见证福音的生活。鞋子具有保护生命和行动的功能，若你的脚受伤，你怎么可以走路呢？所以以前是用草鞋做起来，那我们现在有皮鞋穿，还没破我们就有新的。我们知道鞋子的功能就是要让你走路走得更远，传福音可以有这样子的平安，带给别人也平安，把平安的福音当作走路的鞋，暗示我们需要进入撒旦的领地。你一进到撒旦的领地，就会发生很大的挑战，你要有具备那个全备的军装，警惕周围的陷阱，很多陷阱你也要观察，你要懂得警醒。恩典的福音是待人信主时所必须的，因为神的恩典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可信。第四件，信心的盾牌，若你没有信心怎么可以踏出去呢？信德的藤牌，对神的诚信和圣经的怀疑是不发生效果的。信德，你虽然有信心，但是你的德性、你的道德，你是不是有存在神跟你同在呢？若没有，那就会产生别人的怀疑，你就没有办法可以大声来传讲神的福音。你的信心非常重要，信心的根基起于耶稣基督，他是为其创始成终的神。我们圣经讲说起初到最后是启示录，我们这里有很多飞机，它的名字就是 Delta， 它这是希腊文，那它的最终呢，始终都有它的名称来纪念说神你是创始成终的神，都包容了我们。宇宙是什么？宇宙就是以时间、空间、人创在中间，所以我们就住在宇宙的当中的中间。神多伟大，浩荡的天地、宇宙，我们住在中间，感谢神，他的创造何等的伟大。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啊，因你的大能仇敌也要投降你。我们看到仇敌投降，我们不要骄傲。当我们战胜的时候，最可怕的时候，撒旦魔鬼就在我们最松懈的时候，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重要的是要好好的警醒。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在一个地方，一边三个人在试验他们在喝水，一个是因为太多人，神耶和华神说太多人给他们试验他们去喝水的动作，一个拿着兵器用一边的手拿来喝，他有装备，他有预备。一个呢，他像狗爬似这样趴着
喝水，哎呀，这个怎么能用呢？他没有防备之心。那还有一个，他怎么样喝水？所以这个三个能通过的，只有一边拿兵器，一边喝水的，这个才配得神使用。所以神要使用你，他要通过我们的考验，圣灵在考验我们。第五件是救恩的头盔。我们知道我们的装备最重要，不只是身体脚，我们的头是最重要的。充满的盼望的生活，头是思维的所在，我们一切的思想，我们一切的作为，都是从我们的思想开始，到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行动行出来，最后是你的品格。你什么品格？从你的头开始。当他牢牢掌握福音的中的永生的希望时，会拒绝假教义和撒旦的诱惑。很多在世上，耶稣早就说了，假教义、假教师，我们基督徒要查验什么叫做假教义呢？只有我是真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叫做真耶稣教会，因为他是真的，我们都是假的吗？所以我们要查验。还有摩门教，因为他断章取义，他说阿伯拉罕也娶了那么多太太，大卫也娶了那么多太太，所罗门也娶了那么多太太，我们也可以。所以说摩门教，他说你们来信我的教，来，我是教主，我可以跟你们娶了很多太太，这个是对吗？我们的神他创造人的时候，一夫一妻不可分开，所以我们要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保护头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头盔要戴上。第六件是圣灵的宝剑。我们说到宝剑，宝剑是做什么？圣灵的宝剑，神的军装里是攻击的，我们刚刚那些都是守卫的、保守的、防护的。神的道是活泼的，圣经里面特别记载是有功效的，比一刀两叉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脆都能刺入、脱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一祷告马上就到神那里去，你再快的太空太箭、什么火箭都比不上。这是神的道，我们有圣灵的宝剑，马上就在几千分之一秒他就到了，因为神圣灵在我们当中，他马上知道你要什么。我们的需要只要照着圣经所记载的不妄求，神他就早时或者是晚时，他有他的时间。第七，祷告和祈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祷告还有祈求，穿上神的全副军装为众圣徒祈求，这是很重要的。保罗他是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他也要为众圣徒祈求。诗篇51篇17节，特别早上我才想到，在睡梦中神给我这句话，我们大家好好来记着。圣灵如果跟我们同在，你需要的神都给你，破碎的痛悔的心你不轻看，神啊，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灵。我们大家每个人有没有忧伤痛悔呢？很多啊，讲出来真的是很多忧伤痛悔。在世上有苦难，在
耶稣里面有平安，有喜乐。第二句在说，神啊，破碎痛悔的心你不轻看。另外一种翻译，神啊，心灵痛悔的，心里不平安的，你不轻看，就是意思他也看重你的祷告。若我们能以这第七件五章来生活，神必重用我们。我们是何等人，他的可畏，我们珍惜每个人，不要一个人沉沦，每个人都可以得救。但是我们有时候廉价的礼物却不要，因为这个礼物是耶稣基督，他是爱我们世人，神爱世人，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感谢主，神正在寻找合他心意的器皿。谁是他的器皿？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的器皿。特别我们的今天在等待进入圣殿，每个人都有他的恩赐，我们都是他的器皿，甚至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们也是他的器皿。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传神的福音，但是你要装备，若没有好好装备，不要说通过七个考验，六个考验你就达不到了。所以要好好读经祷告，听到或者是在团契生活当中将神的话铭记在你的心里。有没有看到全副军装多神气啊？他是以前的罗马军兵，称为以前是罗马大帝国，耶稣当时就生在那个时代，非常的雄伟。但是很可惜的，那时他们还不认识伟大的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在那里降生。特别他所拣选的保罗使徒，他从一开始传福音生命改变以后，说他有罪，他一直上诉上诉上诉到最高的皇帝那里去，查出来他没有罪啊，因为他有属灵的装备，他有属灵的带上全副武装。一个有罪的到最后申诉到无罪，他也没有请律师，他自己一个靠着神的装备赢了这一场诉讼。连皇帝说找出他什么罪吗？耶稣也一样，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找出耶稣也没有罪，他自己为了要保护他自己的权威王权，拿了一盆水洗一洗。什么意思？跟我无关系啊，你们要钉耶稣跟我没关系。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最好的一个装备，教导我们。保罗接着他用属灵的装备来建造我们，使我们今天基督徒能有这样的来做神的仆人，做神的祭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装备齐全，要懂得神的道有三种特性。什么三种特性呢？有活泼的，他不是死的，活泼的盼望。我们若没有活泼的盼望是死的。有功效的，是难能产生结果的，若没有结果我们怎么知道它有功效呢？有快力的，比两叉的剑更快，能进入人心最深之处运行的工作是圣灵，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信心。圣灵若跟你同在，你
再怎么样的艰难，他就带你通过。属灵军队的特质，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是全体个非个体，我们叫做一个 team。 今天一个人他不能做什么，你加起来。所以耶稣特别知道，一个人软弱，一个人在旁边，两个人出去传福音，一个在传福音，一个在祷告，所以就有软硬兼施，这场胜仗才能战胜得住。所以这个全副军装是全体性，是一个 team。 一个好的音乐，好的歌声，只有一个人独唱，没有什么味道，还达不到完全。两个一起唱，哇，四个唱一起唱，非常好听，非常感动。现在不是像以前单枪匹马，现在是全体侍奉的时代。所以夫妻也一样，音乐只有咯好听吗？一定要有一个高，有一个低。所以咯咧咪发嗦啦西咯，好听吗？很好听哈。所以也要有高，也要有低，夫妻之间也要。所以感谢主，教会不能有破口。什么叫做破口？我们知道很多遇到的都是撒旦魔鬼在试探，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这是三种特性。结论呢，总有不善的宴席，但是神的话永远存在。战胜撒旦魔鬼的秘诀，最好的酒是留在最后。什么秘诀呢？他的部位是要装备武器的性质。武器你要用什么武器？现在以前是用盔甲，剑穿不下去，现在用子弹。要用什么来抵挡呢？现在发明的用一种叫做玻璃纤维，它可以挡子弹。玻璃纤维暖暖的，但是它可以挡子弹。你看不同的时候，我们的不同的性质要改变更新。腰就是神的真理，防卫性的；心是公义的，防卫性的；脚传福音，它也是防卫性的；手右手左手要有信心，防卫性；头呢，救恩也是防卫性；右手神的道，神的道是用右手，它要攻击性。撒旦退去，是不是神的道？祷告也是攻击性，不要疏忽我们的祷告。这么多的都是防卫，只有神的道，还有我们向神祷告是有攻击性的。你要使出，要不然敌人来，你箭就抽不出来，或者是没有带箭，你只有带箭壳。所以我们装备要齐全，才能抵挡魔鬼的迫害。我们再重复，大家一起念大纲，重复记忆主题，大家一起念：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第一，要靠着主做刚强的人；第二，要站稳抵挡魔鬼的攻击；第三，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第四，要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第五，战胜撒旦魔鬼的秘诀。谢谢各位，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要做你的儿女，我们必须要装备，我们必须要有警醒的心，我们要将你的道当作我们的前面的灯，我们要在世上时常遇到挑战、诱惑，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用你的道、你的话阻挡
一切魔鬼撒旦的诱惑，帮助我们的软弱，使我们更坚强，信靠你，讨神你的喜悦，做你喜悦的儿女。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谢谢，谢谢牧师。下面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圣诗《主常看护》。下面是奉献的时间，请负责施捐的姐妹上前收取奉献。在收取奉献的时间，我们有男女生四重唱，他常我邻。奇妙救主是耶稣啊。
能收来复习，用它却能收来复习，何等奇妙救主是耶稣主，他挪去我一切重负，我用谢谢。下面我们低头为今天的奉献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每天日用的所需，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奉献的能力和这个福分，并且让我们能够明白奉献的意义和有一颗奉献的心。我们今天把当献的一部分献上，去拓展神的事工。愿神赐福为你的福音事工
而乐于奉献的人。我们如此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下面是欢迎与报告的时间，我们欢迎第一次来我们教会，或者是以前在我们教会那么又重新回来的朋友，你站起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让我们欢迎你哈。看我们左手边有没有，我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好，我来介绍一下好吧。这是我四位，还有一位，跟着还有一位，有四位这个同学朋友，他们从美国大陆来的。一位州长中医生，这是朱义穴医生，那个是陈长医生，还有一个那个上厕所陈国章医生，他们现在都在美国行医。我介绍，特别介绍，40年前我们毕业于相同间学校，40年前我们工作于同一间医院，中山海中山医院。40年前我们都在医院的单身宿舍，我们住在一起。那时候生活非常平滑，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的快乐。现在我们都在北美当医生，现在他们来看我们真的很欢迎他们。欢迎欢迎。首先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华人第一教堂的夏威夷华人第一教堂邀请，特别是周医生的邀请，我这里很多朋友在这里有好多年不见了，在这儿聚会一下。第二呢，我们也感受到了这边的这个教堂的这些同会友们的这个热情和这边的这个教堂的这种气氛吧，这是我们也很多年也没有体会到的。那么当然我们都是医生，我们也是的责任就是救死扶伤，那么有的时候也都不是靠我们，我们的确觉得还是我们是人但不是神，我们还要神的帮助。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谢谢。阿罗哈，阿罗哈，大家好，我们来到夏威夷非常开心哦，也很喜欢夏威夷，那么漂亮哦，也喜欢夏威夷的朋友，教会的朋友哦，看到你们我们真的很高兴。刚才听到那个教友们大家发言唱歌，我们真的很受感染哦。那个牧师帮我们一起祷告哦，我们也觉得心中学到了很多，也感受到了很多那个祷告的力量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邀请我们来。这个今天有幸来参加这个教堂的活动呢，这是第一次的和周杰的那个40多年的友谊来参加的这个活动，很受教育啊。那个以后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多参加这个。谢谢各位，谢谢。很高兴，这是我第二次来夏威夷，第一次是2012年，周医师和他太太非常热情，今天能很高兴，我这个昨天晚上我们才到，今天就来这个拜主，而且今天的祷告很应实验，如牧师的，就要凭着主的威信，现在正在我们这个全世界啊，这个道世事非常纷乱。要凭着对主的信心 against the rulers against the evil spirits 是一个非常应景，很高兴，很感动，很感触，很高兴，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后面还有两位新来的朋友。大家好，我叫林孝康，是来自多伦多的。我叫 Esther， 我们是夫妇，从多伦多来，我们是过来旅游的，然后今天是第一次参加你们的主日聚会，然后下周我们就走了，就参加不了了，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谢谢，非常高兴女友们今天在这里崇拜。 Esther 呢，她在10多年前在温哥华信主的，带领他们信主的是一对包括一对这个从台湾来的一个夫妇，美玲南部夫妇。那这对夫妇呢，也是我在30多年前在温哥华那时候信主，他带我们信主，而且带我们进入主的家庭，这信主的一对夫妇，也帮助我们见证我们的婚礼的一个夫妇，美玲夫妇，这很奇妙，同样也很奇妙。谢谢谢谢。在右手边还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啊？有一位。
大家好，我是余苦生，福建福清的，谢谢大家。欢迎欢迎，福建的朋友。楼上有没有？楼上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啊，没有。那么，请我们的新朋友站起来，我们唱欢迎歌，欢迎你们，好不好？好，请新朋友站起来啊。我们欢迎你，要欢迎你，带着你诚心欢迎，哈利路亚，我们欢迎你，要欢迎你，带着你诚心欢迎。谢谢谢谢，请坐。那么我们有很多报告事项啊，我就很快的把这些报告事项报告一次哈。第一就是这个鲜花的奉献。那么感谢 Julian 和 Ken McKenna 为纪念 Charles Kwok 牧师献上的这个鲜花啊，非常非常感谢。那么第二件事是我们这个2月4号这个二月的第一个主日啊，我们会有爱宴啊，11:40啊，在体育堂呢会有我们每月一度的爱宴，同时呢也为2月生日的弟兄姐妹呢庆祝生日，请弟兄姐妹呢欢迎亲朋好友一同来参加哈。那么还有就是基奥真理班，卢光明牧师正在教授基奥真理的课程，请上这个基奥真理班的慕道朋友在崇拜结束以后到教义楼的303去上课哈。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是把心射箭的活动，那么今天上午呢9:30到10:30和11:30到下午2点，在幼儿园的这个活动场呢举办这个 On Target for Christ 这个免费的射箭活动，欢迎所有年龄层的朋友去参加。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我们的新春晚会，大家知道我们华人的传统春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么为了迎接2024年的春节的到来呢，教会那个团契部呢将于2月10号是礼拜六大年初一晚上6:01在这个四育堂呢，就是那个体育馆呢举行庆祝新年的活动，那么呢包括百家宴庆新年的活动以及我们卢牧师的信息传道和呼召。那么欢迎弟兄姐妹呢携带你的亲朋好友和慕道友呢一起参加。那么你如果没有时间准备那个百家宴呢，没有关系，我们会有准备啊，有足够的食物供所有的人来享受。那么我们之所以是百家宴的形式呢，就是我们都来自这个天南地北啊，各个地方都有，那么大家春节的这个风俗都不一样，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拿你自己地方的春节的美食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哈。那么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新任执事，教会执事会呢将于1月21号，就是也于1月21号呢通过了新执事提名的这个动议。那个我们去年有一位执事呢，Russell Moon， 他1月1号呢因病呢就辞职了。那么教会呢就任命了 Merlin Van Zan 填补这个 Russell 的空缺，任期1年啊，这个呢不需要会员表决通过。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王林丽琪姊妹将于2024年到2026年成为我们的执事，新执事任期3年，因为我们有空缺，那么我们的空缺人数呢大于这个候选人数，所以呢这个决议呢也无需经过会员大会和执事会的这个表决这个程序哈，给大家通告一下。那么会员大会教会呢将于2月11日主日上午11:45在大堂举行全体会员大会，通过教会2024年度的预算提案，请大家务必参加。再一个事项就是这个食物银行，这个2月4号呢，其实是每个月这个第一个主日了，我们将为这个教会食物银行呢收起不易腐坏的食物，比方说罐头了、干粮这类的食物，请
如果你有心奉献的话，请将食物带来放在大堂外侧走廊那边那个篮子里头哈。那么还有一个补充事项哈，补充事项就是，刚才牧师有讲哈，这个教会呢是神的家，那么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是神的器皿，是用来我们是神的器皿，是用来服侍神，服侍神的家的。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儿童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那么我们有义务来服侍他们。那么教会呢，现在有这个儿童事工的这个需求，那需要多名助理和教导老师啊，来服侍。我们一直在为这个事祷告，那么是希望我们有一群爱神的弟兄姊妹能够参与这个服侍。那么我们的希望是，参与服侍的弟兄姊妹每个月只有一次来服侍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儿童。那么你如果有感动的话，愿意投入这项事工，请与张丽丽姊妹或者是与我联系。那么你如果这个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啊，也与我和张丽丽姊妹联系啊，不用担心你好像觉得你不胜任。那么丽丽姊妹会提供足够的培训，来保证我们所有参加事工的弟兄姊妹能够胜任这项神的事工。牧师还有别的报告事项没有啊？一个简短的报告哈，教会的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一个老姐妹叫 Mary 谢，老姐妹 Mary 谢，她在最近呢一周前呢就是归于天家，享年105岁。她在教会期间呢，她非常忠心的服侍。那我们也都纪念他这个忠心的服侍，也纪念他现在这个回归天家，好，安慰他的家人。谢谢。牧师还有别的事项没有？没有哈。那么下面请会众起立，我们齐唱三一颂，赞美一神，并请我们本堂的卢牧师为我们祝祷。大家同心从神那里来的赐福，愿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神、耶稣基督的救赎功劳、圣灵保惠师跟我们众弟兄同在，直到永远。阿门。阿门。阿门。下面我们唱善会诗，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在我们唱第二段的时候，请弟兄姐妹相互祝福问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怜光照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怜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大家，我们10:20在那个多功能教室体育堂有组织学，请大家待会儿去参加组织学。